譬如我哋呢度係工廠店，就係我哋個價錢咧，一副都係批發價嚟噶。呢個係原價268，工廠價係38蚊。拍照完成，感謝您的配合。得唔得？愛馬仕、LVMH、開雲集團呢啲奢侈品公司咧，今年到而家股票都跌咗30% 以上。調翻轉頭 ，Costco 嘅新店喺沖繩島開。半夜都有日本人排隊，證明了什麼呢？消費降級，這個是2024年的新趨勢，正是全球的趨勢來的。還有就是剛剛去過的敘利亞和黎巴嫩，敘利亞的司機呢在黎巴嫩入滿油才夠膽回去的，因為油價便宜很多、啊、所以呢香港人不想消費呢是現在的趨勢，也是全球的趨勢，浩瀚蕩蕩。接下來這兩集呢，我就在深圳呢探討一些有趣的消費點給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現在就在會展中心站，這裡就是福田的市中心來的。這裡呢有全深圳最大的地下街，它總共將五個地鐵站都連在一起的，有齊是香港人最喜歡的那些 shopping mall、 Coco Park、 卓越、上邊個其實我都沒有識，領匯那些商場都有好像是的。今天來這裡我主要有兩個任務的，現在去片嚟到呢個站咧，我哋就喺 E 出口啊。出口咧，駁埋咧，你會見到咧，就係呢個金鐘環商務大廈啦。直情係對同地鐵咧係連埋嘅。呢度就係金鐘環大廈啦。我哋而家就坐 lift 咧，去到27樓，就揾呢間叫做李白眼鏡。嗱，佢係一間工廠嚟噶，李白眼鏡工廠店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咁我想睇一睇咧啲眼镜嘅，因为咧我啱啱做咗白内障手术，我而家睇嘢咧就好蒙查查。嗯，咁有咩方法咧？做咗手术而家有几耐时间啊？一个月。一个月，哦，可以先俾你检查下毒素啊？哦，好好好。其实而家适唔适合配眼镜咧？嗯，你是做过是白内障的手术或者是其他手术？我原本是我是视网膜脱落，跟住佢做埋白内障，我做了一只眼啫。咁而家两只眼一起看嘢嗰阵时咧，其实都忙嘅。呢只眼其实冇做过手术，都忙嘅，因为一起、一齐睇嘢。因为两眼看嘢咧，佢要有呢个用障的效果，有一边你会影响到另外一边嘅。系啊系啊。如果是视网膜呢个手术咧，大部分恢复的呢个时间咧。是體驗的咯，但是3個月會穩定一點。如果你的視力穩定了之後再測度數會比較好，因為度數不會說變化很大。如果你這個期間需要戴一些鏡啊，就可以先考慮到配一隻鏡的過渡期，是啊，暫時戴一下都可以。過渡鏡？哎，對對對，哦，好啊好啊。那你這裡有些你哋係工廠價錢，譬如我哋呢度係工廠店，就係我哋嘅價錢咧，一副都係批發價嚟㗎。即係我呢個批發價98蚊一副。誒，對，呢個原價係398，工廠價係98蚊。但仲有呢邊，哇，係呢邊38，呢咁平嘅，哇，真係超平喎，38蚊。嗯。其实如果我配过度镜，即系我暂时戴住先嘅啫，其实可以配呢啲比较平嘅比较好，系嘛？可以，因为你暂时戴，可能价钱就可以配平啲个，等就恢复到之后再配好啲嘅都得。咁呢个系38蚊包唔包镜片噶？呢个系镜框嘅价钱。哦，镜框嘅价钱。呢个系原价268，工厂价系38蚊，呢啲都可以。全部都可以拣嘅。对。咁呢边咧？哦，呢邊啊！哦，呢邊太陽眼鏡。對，呢邊嘅太陽眼鏡係可以配鏡之後可以送俾你一副一對太陽眼鏡。即係我買38蚊，如果配埋鏡片幾多錢啊？鏡片如果要最平嘅咧，都有59蚊嘅鏡片。59蚊。防藍光嘅鏡片。咁59蚊加埋38，即係97蚊。咁嗰日7蚊有冇得送呢個太陽眼鏡？可以，而家我哋係深店開業，可以贈送嘅。哇，好抵啊！即係97蚊有兩副眼鏡，我睇一睇先。得啦嚇，
知道得照眼底啦，因為呢一個月咧，我次次翻去眼科診所咧，佢都係滴放大瞳孔嘅眼藥水，跟住用部機嚟照眼嘅，咁啊好辛苦啦，同埋得醫生睇到我隻眼底，我自己睇唔到嘅。咁呢部機咧，我可以睇到自己嘅眼底啊，我都想睇下我嘅視網膜脫落恢復成點樣。好，呢部機係唔使散瞳嘅。OK， 唔使散瞳，哇，爭好遠。嗯，散瞳好辛苦啊。係啊。我就望住前面得啦吓。嗯，望住前面就得啦。呢边眼睇唔睇可以唔眨眼？拍照完成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到，得唔得？嗯，嗱，呢个结果咧就系咁啦。呢个系左眼定右眼啊？呢个其实咧系你冇做手术呢边。哦，右眼健康嗰只眼。右眼。咁即系佢系正常嘅。正常，而家係冇咩異常㗎，係整體啊，因為黃斑中心、中心啦、啊、視神經啊、動脈靜脈都照到。咁睇唔睇到脫落嘅位置啊？脫落嘅位置呢啲照唔到㗎，照唔到㗎。係，佢只能睇到你個照到你個黃斑中心，照到你個視神經。係。即係黃斑病變照唔照到咧？黃斑病變。呢、这個就係黃斑，如果有便便咧，佢唔係咁正常嘅人啦。係咩樣？有啲啊黃斑便便或者眼淚出血啦，佢個依個圖畫就唔會。呢、这個而家檢查出嚟嗰粒係健康噶。健康嘅。對，即係黃斑係冇問題嘅。對對對對對。對面呢三排清晰度係同點啊？全部都睇到。全部都可以睇曬。如果細細粒啲咧？即系睇到中间嗰度，下边嗰啲要估咯。哦，呢、这个睇到，呢、这个睇得好清楚。睇下近，呢、这个都睇到，睇到去四点七。哦，四点七呢排，睇到呢两排咧，其实平时啲细啲嘅字都冇咩问题。就系、是、上面呢两排睇到头两排嗰只、哦。嗯，所以咁呢边啲眼镜系点样咧？嗯。这边的健康呢是其实是我们店卖的比较多的。哦，我这个368元。为什么会贵一点的？嗯，因为它这个原价是1000多的。嗯它的这个镜架呢是很轻的。同埋呢它好有弹性。这个是不是太纤维的？是啊是啊。它弹性很大的这个。即是不会咬烂的。嗯，正常戴都不会。哦。哇，这个真的很轻。这个太弹纤维的。哇，这个好轻。嗯。仲有啲咩其他介绍咧？眼镜。嗯，其实都可以睇下呢、这个呢种咧系比较运动型噶。哦。因为有啲人咧，佢唔中意金属啊，或者过敏啊，又比较想轻啲，或者跑步啊。啲跑步用嘅。嗯。哦，系喎，同埋呢個會實啲嘅喎，即係冇容易跌落嚟跑嗰陣時。佢穩定性又好，穩定性比較高，又唔有金屬噶，全部都係啲高嘅材質。呢個都係你知道。嗯，係啊，係專門做啲運動。運動服裝嗰啲。對對對。嗯。揀好呢個健康啦，係咪？用呢個嚟配。呢個就係工廠價38元嘅。好。好以來呢邊咧，我哋有免費嘅飲料啊。哇！有免費噶。对啊、全部都可以揀的。嗯，可以揀。好正，我嚟呢度配眼鏡咧，可以自己喺度揀飲品。OK， 我唔客氣啦。健康選好啦，而家睇下了解一下我哋呢度嘅鏡片嗬。好啊。我哋呢度咧有自己嘅品牌，又有進口品牌，然後蔡司啊、伊士奴啊、哇開雅都有，係啊，都係我哋都係呢幾隻品牌嘅授權門店嚟㗎。係、然後咧，我哋本店嘅所有嘅品牌嘅呢個鏡片嘅折扣咧，都係3.5折。起步噶，起步噶，3.5折。嗯，对对对，因为你考虑到你而家系啱啱做系过度噶，所以可以用啲国产镜得噶啦。嗯，对，可以选择啲平啲噶。李白，这是你们自己的品牌哦。嗯，对。哦，对，这个系1.56嗰呢个，呢个系59，对，这个都是防蓝光的镜片。是是是，哇，这样好啊，
放蓝光的理发师的镜片是$59。嗯，对。嗯、然后呢，这个下面呢，这个188的呢，这个是大变色的功能啦。哦。对。嗯、okay, 即是主要有太阳的时候它会变色的。对、嗯、这下面呢有些 1.60 啊 ,1.67 啊，这些是比较啱啲读书比较高的。高度近视那些、嗯、是。我们有呢有些夜视镜啊，就是揸车的啦。是是是。嗯，这种是夜视镜。夜晚揸车这个光线就比较光一点。夜视镜。对，仲有啲防雾啊，防雾眼镜，点、嗯、阳光橙，系可以咁。O、okay、K， 嗯，好，可以啦。呢、这个系咩嚟噶？你哋如果系登录咗大众点评或者美团嘅话咧，搜寻咗呢个李白实谋眼镜工厂店。嗯、对，这个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俾我哋即系好评咧，仲可以再送一个玻璃杯，咩样噶？类似呢种噶、哦，比较大啲噶呢个，系玻璃噶。哦，大家记得咧嚟呢度打卡啦，去大众点评或者美团打卡咧，会送一个咁靓嘅玻璃杯啊。好，先生，诶、哎，我已经开好单啦。好，唔该晒。而家咧可以拣一对太阳镜嚟。今日礼物。系。而家拣个太阳镜礼物。然后呢啲所有嘅太阳镜咧都系偏光镜嚟噶、哦，你都可以试下边款比较啱，你可以挑选。偏光镜有咩好处啊？嗯，偏光镜咧有呢啲比较强嘅呢个太阳光照到我哋眼咧、嗯嗯，而有呢个偏光嘅镜片咧，效果会好啲、嗯，啊，唔会话咁刺眼，会保护眼睛嘅效果会更加好。嗯，好啊，好啊。然后你都可以试下呢个偏光嘅呢个效果，因为呢个咧、嗯，你戴呢个偏光镜器就睇得到。有只船。嗯。嗯，如果唔戴咧，就系冇船噶。嗯咗個禮物啦，呢、這個就唔使錢嘅禮物嘅太陽鏡，有偏光效果嘅。咁啊，單都開咗啦，咁啊要等大約係半個鐘到一個鐘時間。我就去下邊依土啦。前面呢度咧係金鐘環，對面呢度咧就係、是、卓越煙灘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咧嚟緊我食燒肉嘅地方。吃完烤肉，看完表演，我就走过去对面攞我的眼镜啦，就是金钟环大厦入边。哇，好快啊！吃完饭咧，即刻都攞啦。李白眼镜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是做好的。哇，即刻配好咗啦，睇下清楚咗好多啊！而家呢个咧就系喺金钟环大厦27楼嘅李白眼镜工厂店啊。呢、这個店咧好抵買，我而家呢副眼鏡咧90几蚊咧，仲送多一副黑超俾我。好啦，唔該曬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深圳，我一身呢先聲 ，Good night 深圳。